真正的夫妻夫妻档，就是庄建敦先生和施蜜拉小姐，他们两个真的是伉俪情深。当丈夫庄建敦先生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施蜜拉小姐，她也会在那个台后含情脉脉地望着他，给他撑场。当妻子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呢，庄建敦先生他就会在台下甜蜜相望。我们有请这一对伉俪情侣给大家演唱一首《红尘情歌》。这首歌在 YouTube 网上是点击率最高的一首歌，大家掌声期待，谢谢。